Tactical 那海猫那个 ID 怎么办？应该没差吧？关了。吉利马修，啊！叶城不会掉，我是个爱好。哇，现在不是很好听。晋级的打火机。晋级打火机的爱，什么东西？打火机的晋级。都有看那个吗？晋级的打火机的爱好。啊！你在破坏地图。你居然在破坏地图！因为你有声音，因为你有声音吗？妈妈 ，Hello， 你好吗？嗯，有。那我要去找 BGM。你太神了。我找到欸、哦、你找到，那你为什么不传给我？可是它是优酷的，会有广告，你知道吗？有广告，那我可以一直 repeat 吗？还是好像不能一直 repeat 欸，它是18分钟自带的 BGM 的那个集合。哎呦哎呦，看好有新的图片啊！我知道了啦，你现在去给我下载大富翁4，然后你去把里面的音档截图出来。不知道天哪，没卖哟、哦！我就知道你要什么。YouTube 找不到，我找了。YouTube 都是一二三代，还有六代，就找不到十代，好失败。啊、哦，我找一下，我找到了你的线。好恐怖。我找到你们一个人，一开始就给我先吐个2张5000出来。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昨天被小燕反派真的有够。这首歌有够囧的。不要放，这是黄金传说的做菜啊！我们阿基斯现在要来做菜啦。没来做菜哟、哦。什么？什么啦？拉屎小时也太痛了吧，都脱肛了。他的肠胃还好吗？这个好可爱哦。哎、欸，这个音乐，对。对啊，就是这个音乐啦。可是这是广告，它有其他声音不行。还有今天挑哎。啊？没事。我头被。我一直听他辣，我很讨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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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可以玩。不行，我要去找，真的要去找大风四。这音乐实在太洗脑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不一定要大风四啊，大风的歌也可以啊。哦，鼻子好痒。哦，抓，放你抓。那我建议你住。屏东嘛，嘿，屏东县。大家赶快去找他拿那个高，忘记前面两个名字。双眼双下高，双下高，双下包是不是？来啊，双下包，双下包。你怎么会下载？我要用这个，哦，这首歌好欢乐哦，虽然它不是第四代的，我也喜欢第四代，我也喜欢第四代啊，可是我就找不到第四代啊。第四代我从小二玩到现在，对啊，
我是觉得第四代真的比较好玩。看一下到大啊，不不，我什么大不大？你在讲什么？看一下多大？什么东西多大？才125MB 而已。四代最好玩，啊、最喜欢玩四代，最经典。四代啊，呵呵呵，四代啊。那我今年要先学会那个指令。什么指令？斜线 ROLL。斜线 ROLL 那个干嘛？嘿，我猜等一下会打成斜线 ROA 咯。我们现在是在要先一开始要先确认一下那个问题什么的，然后等一下就会开始玩大富翁。ROLL。ROL 啦，你讲错了。我发现我好像没有装那个，换了另外一个。对，这个很棒。要干嘛用的？就是。点数啊，点数，对啊，点数是打自己拿，就捞了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就要走。哦，这是甩点数哦。对对对，甩点数。是有大波士啊，但是 Wonderful 小丹尼春小美就出来了。Wonderful。我是喜欢阿托北啊！你们等一下用那个要冲命运的时候，我要放那个命运的声音。什么？惊险！惊险！惊险！然后进监狱的时候，我就要放那个监狱的歌，监狱的声音。麦克风我出去呀！麦克风我出去啊！哦，真的吗？因为我麦克风还没定高，等一下哦。因为半夜睡不着觉，半夜睡不着觉。好，我开好了，开好了。哦，刚刚断了一下，不，刚刚断了一次啊。有啊。大家今天有看到吗？有，我看到了。哎，就是打那指令。那如果有时候他会叫你要。low 的点数是比较多的，你就打后面再加一个十，这样。繁中完美版什么东西啊？加个十，二十五，那个城市啊。哦，你现在是叫我下载意思吗？啊，OLL 加个十，空格要空格，空格。来决定他们的命运。哦，那个我知道哦，我超喜欢进去那里。所以这是等于是两个骰子的意思吗？因为房子有分三种，一种是 hotel， 然后还有商店，然后还有加油站。嗯，那加油站的话要值的点数是十点，所以如果有盖加油站的话，你就要用值十点的下去付费。哎、欸，为什么我的那个伺服器总连线总短？谁给我偷偷？没有，我们刚刚 P 在打仗，因为换那个。换那个对，换插件。还没有开始，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不是讨论，这什么？讨论，还是大富翁？大富翁是为什么都没有背景音乐啊？很奇怪、欸。有啊，很多，可是网络上都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我都找到大富翁三之前的，可是都找不到四。对对对对，对不对？就是只有一二三，对不对？要不是六，你是找到知音的吗？这么开心。因为我刚刚也是找很久啊，你们在找大风是吗？我有这个，我找到了，我贴错了，我贴错了，我贴到娜娜那边。大风是的确，对啊，娜娜傻眼了。哎，你贴给我在干嘛？风，前面有大风是的。娜娜想说习惯，干嘛贴这个给我？这个可以吧？我贴这 repeat 就好了吧？没有，我要音乐啊，背景音乐。我找到了，就你有吗？你有音档吗？他有什么游戏？嗨，大家晚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这名字好奇怪啊！滋蹦蹦。对，蹦蹦砰砰，蹦蹦砰砰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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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吃戳冲捧告白哦，冲捧茶，哎呦，我都忘记了，糟糕了。哦，冲脱泡盖送，好，泡盖送，在打，在打完呐、啊，哎、欸，打火机有人指名你、欸，安安去三号柜台，好、啊，还好，啊。哎，一小时25万哦！啊，好贵哦！25万太贵了，一个小时25万，一小时好贵哦，贵屁啊！是不是在后面打 repeat 就可以一直 repeat？ 哎，对，那个不是那个哎，对，不是，等一下，我不会打哎、欸，就是王子，算了，帮你打好了。放弃跟你沟通什么啊什么突然觉得有点悲哀对啊为什么叮叮当当叮当叮应该是吧那拉斯去睡觉了没有啊他在跟我聊天那还在哦嗯啦啦啦啦啦啦真的假的全民有地剧院欸你超神、哦、你超神、哦、你超神我要给你打火机的一个香吻，哇！不要啊！这是处罚吗？但他取消，取消为什么我的香吻是处罚？来，米茶进起来呀！阿狗进起来，阿赖达进起来呀！哦，好棒哦！超棒的！耶、yeah, ！全民要那个了，不是？对，全民要精华。全民进化了好吗？他超强的，拜托我开一下哈，找一下刚刚给我的那个。哇！哎，我的小子，刚我们有 BGM 了，不用弹了。对，我们有 BGM 了。哇，全民你好厉害哦！请让打火机拜你为师。我，请受徒儿一拜。但是我要用什么打开啊？嘿嘿，哎，他这个不能用那个 Media Player 打开吗？可以，可以啊，嗯、我就用 Media Player 打开，是点那个 MIDI 档啊。可以用 Media Player 打开。叮叮当，叮。我也找到，可是它是 MID 档。哇、哦，好酷，就是 MIDI， 把它全部放进去。哎、就是欸，等一下我把它放大干嘛 ？MIDI 档就是最原始的音乐档，游戏里面在用。而且你用那个，等一下，在哪里？哈，这个那个波好像还不能大小声。等一下，我现在有点忙乱，我的好像会烂张太重。好了，然后我把音乐关，把游戏的音乐关掉，我们的那个就完成了。在哪里啊？游戏的哦，音乐。这样子，它背景音乐会不会太大声啊？我觉得啊，不会吧？且档案超小的，因为是 MIDI 档 ，MIDI 档就超小的。超棒的，超棒的，超棒的，超赞的。且怎么？前面还传了一个耶？为什么要传两个？人生差不多是那，乔恩，你是播几号的？等一下，很大声是不是？我现在把它调很小了。你是在大声什么啦？好 ，OK 了 ，OK 了。所以你们已经 OK 了吗？还是？我好的。いけるまし。MIDI 档，我们要先选队伍，对不对？我还不能让观众看到那个，看到什么？看到那个画面。好，现在几个人？加全民四个，刚好。
这边我们现在总共是我全民打火机，全民没在动。我不知道怎么玩了、而且我现在不太能讲话。真的、哦？你是不是踩到手机了？那、还有谁？那个啊，吐司啊。吐司你要玩吗？我在弄电路。不行啊！你还在弄电路？在用电路，我就把电路切掉。这很重要的。你居然在弄电路，你太过分了！我以为你要跟我们一起玩乐。我可以陪你们玩乐。你好可怜哦。我变白的了。好，那全民就用打字好了。6, 7, 8, 9, 我本来想要问老皮要不要玩，可是他们好像在忙。可以问一下他们结束了没？对啊，问一下。还有，你也太多了吧？是到底有几个 BGM 啊？他多少档案啊？他有很多，可是要挑到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哦，要挑到最经典的是吗？对，最经典那个最好笑。最经典是哪？最经典是哪一个？最经典的是哪个？最经典是哪一个？我听听看。安安哦，都会冰点的。有没有看到打火机在跑吗？那是那个动作模组。噔了噔，是这个吗？噔了噔，噔了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五十三而已。我在数那个电路。信号长度。啊，我要下去拿这家东西，等我一下。好吧，那大家在那个啊，听到什么？我听到商店的声音，我超想买东西的。真的、哦？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P 做制作的那个大富翁。这是 P 制作的大富翁。但因为它看起来很小，可是。他已经足够我们玩几个小时了。如果大家都一直苟延残喘的话，就可以玩很久。我知道这个音乐，这个音乐是那个捡金币、捡金币的那个。而且你看我们的那个钱，金锭的钱是1000块，然后红砖头是100块，然后西瓜啊，就是有这些五指西瓜是商店，南瓜灯是。加油站，我差点讲汽油站，然后汽油站，南瓜是旅馆。哎呀，那是别送。对 F 不是啊，会顿 F 一下，然后等一下会分配，一开始会分配队伍，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有点在讨论一些赛事的规则跟方式。哦，所以你们地名都弄好了、哦？没有，地名没有。好、哦。避免他再改一下的，没有，我想说就不要好了，就让他那样子就好了。对啊，你避免好像也不是很重要。那我们的 P 很厉害，就是他熬夜，然后熬夜到刚刚在老皮台打呼所制作出来的，快打。一定要快打出来，太快了！你是那个皮，你上之前把那个雀巢卖掉，这是这就算这就叫有就是风水轮流转嘛？风水轮流雀巢，他还自己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他还没进来。啊，我知道，我找到那个音乐了。就是我现在轮播这个，哎呀，我按到了。对，好像是这个，是吗 ？P 超有才华的，因为每一个我都可以记得起来，大概是什么音乐。对啊，那
但我觉得一直轮播这个好了。那我在实况上乱唱那个，我也不知道你刚刚唱的是哪一个。哈哈哈哈哈！怎么又是这个？我不是轮播了吗？怎么还有其他的歌？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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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人，对对，就一直轮播这个。您现在收看的是什么电视台？亚洲广播电视台，随便拿，就是一个电视台。哎呀，全民，快快走开！呀！哎，全民打火机，你们站这边，你们两个并排，并排。两个并排，然后我说蹲下的时候，你们就蹲下。嗯，你们看这个方向，看这个方向。嗯。全民，全民，看这个方向，看这个方向，全民看这个方向。抬头看去，看远方。然后我一说，不是不是不是那个远方，是前面那个远方，正前方的远方，正前方。前方。然后我一说，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蹲下。一二三，开始。全民，全民，你有点慢拍，全民。好，平身。平身，什么东西啊？所以现在我们是在 waiting for， waiting for P 吗？已经好了。哦，已经好了。嗯、对啊，啊，这现在是说就我们四个人吗？因为先四个人好了，然后我们大家看老皮他们什么时候玩的时候，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加入。因为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我就会玩很久哎、欸，虽然吐司没有想要参加，就算了。啊，不是啊，吐司都不想参加啦，拖出去、嗯。没有啦，不是吐司在忙。在忙嘛。好。哎、欸，我把你们两个加成 OP 吗？打我 OP。吐司有加入 OP 吗？欸，米茶是不是不在？我在啊。吐司，你打个字好吗？啊？干嘛？好，没事，算了。都没有进来啊。我们有沟通障碍。不会进游戏啊？没有啦、哦，我是说退去啦。哦，好。真的有沟通障碍。沟通。那个，先选队伍吧。啊、我打字了，我打字了，你有看到吗？没有哎、欸。有 Auto F 4 对，就变他了啦。啊，直接变了，然后打字就要直接。可是我不知道 OP 找到了。Auto F 4全民还没有去踩那个位置。你喜欢人家叫我小 M 姐还是小 M 姐呢？那两个不是一样的东西吗？你是不是沟通障碍有问题啊？这两个名就一样的字，然后都三个字同样的东西，你。哦，我们要先跟全民解释吗？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玩法。Yep。嗯。P 来解释。Yep。要解释什么？还是我解释？要我解释吗？你解释啊，你解释，因为你开台，你解释。哦，可是我有点不太清楚哎。好，我会补充。好，就是这一款游戏是大富翁，然后它的玩法就跟一般的大富翁玩法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哎，我钱，哎、欸，钱的话，等一下、我拿个钱，拿去，在哪里？地上。哦，好，然后50块呢？50块。哎、欸，你不是要一张一张开始吗？哦，因为我要顺便介绍到50块，可是50块在哪里？这边都给你了、欸。为什么我身上那么多烤猪肉跟牛排啊？然后我们先介绍钱钱，从面。浅浅，阿金，面额最大的开始，面额最大的这张，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张，它就是5000块，五千块，然后这张蓝色的铁锭是500块，哎、嗯，怎样？最大的面额，等一下，这张金锭啊，它是1000块，绿色这个是1000块，然后铁锭这个是500块。然后红砖头这个是100块，然后粘土是50块的硬币，可以这样砸人，可以这样砸人，对，就是像这样砸他，快用钱，快点健身，50块你也要捡，你是为什么捡不到？
然后像这个啊，每个人手上都会，就是我们比如说，如果我经过这边啊，我到了这块地，然后我要买这块地的话，然后你就去付地价1000块的钱。然后我们一开始设定是说，你只要买地价，你就可以选一间你要盖什么来盖。就比如说我花1000块买这个地价，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哦，那我要直接盖 hotel， 然后我就1000块，然后盖一个 hotel 这样子。hotel， 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些过路费，过路费，比如说我下一个人踩到这间，比如说打火机踩到我的 hotel， 然后我是一间就是750乘以几间这样，然后就要给我750块过路费，然后全民他说他没有材质包。不会啊，他没有钱，我也说他没有钱，就他没钱。不会很复杂，这个真的很简单，他就是跟大富翁的玩法是一样的，然后只是我们改变了一下下，然后改变一点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商店，西瓜是商店，然后南瓜灯是加油站，然后南瓜是 hotel， 南瓜是 hotel， 这样 hotel， 对。然后每个人手上都会拿一个自己代表颜色的羊毛，就是比如说我走到这个，我就会放一下，我就会知道说我现在在这一格了。然后我现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羊毛打掉，然后就前进到下一格这样子。好嘞，酷。对，然后中途也有一些善恶惩罚，善恶惩罚跟奖赏这样，所以是很简单的，是很就是跟大富翁的玩法是一样的。而且为什么我的音乐停了都没有跟我讲？对啊，都停了，怎么会停呢？是那个 P 吗？刚不是按 repeat 吗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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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没有按到，对不起。你用创造模式啊？要用创造模式啊？对。哦，有机会跟命运，这个也有机会跟命运也有。然后我们的 P 是裁判，裁判，对对对，我是银行。哦 ，P 是裁 ，P 是银行，银行兼玩家。我没有玩家，不是玩家，我是银行。哦 ，P 是银行，所以他就是银行的代表，就是买地什么的、啊，给他钱啊，或是我们要跟他换钱都要找他。对对，就这样。骰子是打指令哦。但是我刚刚没有听到盖房子。有啊，盖房子就是哦。盖房子。好了，我们不要管他了，我就是。还有全民，全民在放那个。哦，全民在放骰子包，是不是？好，等全民一下。然后，那个银行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就是前面啊，那个。那个全民还没有去选颜色，全民只有剩黄色，还是你们要重新选？重新选好了，颜色的话就是 P 影是不是有做更改？对啊，你需要去踩，你们都要去踩。踩哪里啊？就踩，你就进那个格子里面。黑色的话是裁判，所以你们要去选颜色。踩了，然后？踩了以后，他会给你钱，最基本的钱。哦，然后他会把东西都洗掉。对，然后你踩了这个之后，你看我们道具栏刚刚不是一堆垃圾吗？然后现在就是会帮你分配好多少，比如说5000块四张，然后1000块四张，反正就全部都是四张这样子。全民你要重登，然后要重登哦。对，然后踩到的时候要重登，因为他要重新分配那个左边的那个，对，就是右边，我们看到右边有一块color，就是你队伍的颜色。而且为什么米塔颜色跟全民颜色是一样的？啊，要去换颜色。我们又要重耶！而且为什么旁边看不到全民的名字、啊？刚刚哦，我要重灯。有啊，你要重灯啊！你要重灯没？跟你不用等，我就重灯。然后再是顺序，你们要捞那个。点数看哪个点数大的在前面。对对对，一开始就漏点数。安安安安，这个材质包都是 P 一手一针，不是一手一笔慢慢绘出来的，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个对啊，你们要漏啊，漏进去了。然后我们就是漏开，我们就漏吧。最大的就是第一个出场啊，斜线 R O L L，
L L R O O L R O A L L R O L L 两点。所以我们现在一点。所以我跟M 要再 low 一点。好，我第一个啦，好不好？等到你去踩这边，这边有一个第一位，去踩第一位。好。然后打我去踩第二位。那如果人很多怎么办？要怎么猜？全民是第三，然后米茶最后。Hello， 安安哦，晚安。啊？去最后一个。那如果人很多的话怎么猜？好 ，OK， 你们可以出来。好。就照这个顺序了。什么？为什么要猜、那個？人很多，我们就现在只设定到四个人。哦，为什么要猜那个？因为这样子那个旁边的颜色会照顺序。哦，等一下，我音乐我觉得有点。太大声，老人的音乐，老人的音乐，老人，老人，老人，你又按掉了，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是我先 low 吗？对，啊，我是第一个，我就先 low 喽，三点，一，有地耶，二三，这是什么？哪一个？这个。那个原本是要给你们放钱的、oh. 放钱完以后这样比较好算好其实可以不用好所以这个是地价1000块屏东县嗯因为我要买现在是不是要買什麼我要屏东县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地价这样子我盖一间加油站好了屏东县好像还蛮需要加油站的不需要啊我想要放一下颜色代表嗯好下一位四点，你快来我这边啊！快踩啊！屏东县不是你的爱乡吗？啊，这个是我要付钱的，对。然后这边他就缴税，然后你就要付1000块钱。这我要丢进去这个、啊，你可以直接丢给我。反正他现在是银行，没有你要丢。走了。好，下一位。下一位是全民。哎，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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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这边来来来，过来，来，过来，好，所以我的那个加油站就是要干嘛？值十点。一间加油站就要值十颗骰子哦。对，你要值十点。所以你要落，然后后面空格十，是这样吗？对。主要500块，哦，所以是乘以100，然后乘以几间，所以我现在一间，所以你要给我500块，来，500块给我，快给我，你拿钱好慢哦，那我收房租要收到民国几年？谢谢你啊，贪财，五点。耶、yeah, ！我在这边。火车站，火车头。拦路，走开！然后火车站，你可以再撸一次骰子，快速前进。又是五。三四。我不知道怎么突然不能打字。哦，真的、哦。你查到了监狱旁边，路过。好，路过监狱。啊，路过。所以换我，又换我啦。自动充钱还没有研发哎、欸、六，哎呀，一二三四五，我要买1500，我要买，好，银行，1000，有啊，自动收钱这边可以丢啊，可是因为 P 现在是银行，所以我们就直接丢给他就好了。我要盖那个，我要盖。为什么这么低啊？为什么地价那么高，然后过路费那么低啊？那我要盖 hotel， 这不科学。对啊，这不科学。这个我计算过的。好，下一位。一。两点。两点是什么？哦，两点打火机要买了。一，好买啊。两千五。好的。你要盖什么？我要盖那个，我盖，我盖，我盖 hotel，
啊，弟弟哥。啊，全名。一开始就盖旅馆。一点。这样子、啊。一点是。缴税1000块啊。一点要缴税耶。怎么一直在给钱？一点要缴税耶。下一位，米茶。好，不是我。全名完是米茶。哦。六点。你都值好多、啊，因为我有地了，色的，我有地了，红色的地耶，2500，好贵哦、喔，2500好贵哦、喔，然后在 hotel， 耶yeah ，下一位，2500也太贵了吧。后面会不会越贵啊？它是500、哦哦，一点，陈明来我这边。啊！打火机，开打火机呀！三天一啊 ！No， 这是谁的、啊？我的！来，贪财，来来，750块，来，快给我750块！哎，红火力呀！耶、yeah ，谢谢啊，贪财哈！该全民了，六点。过监狱，一开始就好多钱钱，会捡钱，钱钱。哦，该米茶，换我了，那么快？哎、欸，我破坏墙壁了、啊，我不小心破坏这个。好、哦，你们怎么破坏公园？嗯、哦，四点，一二三，公园，公园，你可以去 QK 了。可以去休息一下。好，该 M。六点。一二三四五。你常来收钱哦。来纠结哦。哦不。1250块。好贵哦，你的房租怎么那么贵啊？请给我钱。你的过路费太贵，你贵个，你在贵什么？Money， 好贵哦。你太贵了，你赶快走啦！赶走了。喂，然后接五点一，喂，这是色的，这才直播是耶，2000块，那太贵，我要买2000块，我没1000块了，明白？想干什么？哦，加油站，加油站。哎哎，好、欸啊，你要放你的那个梯子上面。啊，按到了。哦，对哦，别忘了啦。好，全民。一天。一天。全民，你都一直在缓慢前进，哎，到底怎么啦？全民，你怎么了？你虚弱了吗？你虚弱了吗？你累了吗？你累了吗？有什么可以买？有什么可以盖？我刚没听到。就 hotel 商店，然后还有加油站，三种。哦，盖商店了。要商店。啊，你要给我钱了。盖了房屋不给钱是哪一招？2000块，2000块。盖了房屋不给钱是哪一招？怎样？你钱不要丢。好，你要放你的旗子上去。哎、啊，你要给我钱呀、啊？不是在那个房屋旁边。对，好，该米茶了。换米茶了，这么快又到他了？他现在人在哪里啊？他怎么不见了？他在旁边呢，玩呢。旁边？你在那边干嘛？他就 QK 了。他在哪里？我还在那边哦。3456，我地了。是的。花嘛，不能按 auto 加 F 四啊！3000，全民在干嘛？全民他在干嘛？干什么？他在盖碉堡啦。OK 哦。OK， 下一位。2点。哎呦，这个手术变这么大间。地价2500，好贵哦。盖。有什么好选的？
我要那个，我想要盖商店。这是1.5.1。2500。你给我。你还没给我。那你可以找我2500吗？是银行诶。银行什么不多，钱最多。钱最多。为什么感觉你好像丢了3500给我？没有，有2000。银行怎么打不出去？我的马克不是当掉。看一下。哎，有了。不停。一二三四。哦，你怎么不踩我的地？这里好贵哦。2500。超贵的啊！你到底要不要买啊？你快点买啊！你快点买啊！快买啊！你不要吸我的钱哦！我没有吸你的钱啊！我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吗？我是。我是。去地上捡。银行叫你去地上捡钱啦，有没有听到？你这银行干什么？你去地上捡钱。我们好泰卢，泰卢，泰卢，该全民，全民怎么骑？全民你是骑脚踏车哦，这一点，你真的太慢了吧？你这人也太慢了吧？付钱呐，500块电费，而且你都一直在缴钱，这是不是很好的开始？好，你查。查怎么盖？太远了，查好远了。你在干嘛？啊？为什么我那么惨？小王子，好惨！你好惨哦，雪明。对啊。5.1、2、4、5，绿色的。哦。这个地价我看有点怕怕的。4000块，你过去就要4500。嗯。好，给我买，让我买。一定要买。对，一定要买。1000块。本来就是 hotel 啊。对。好，下一位。你们怎么开起来了？哈哈哈哈哈！等的时间太无聊了，所以就自己先盖。哎、欸，我到红色的地了，红色哇，贵哦，3000块哎。Yep。好贵哦，还是要买。给你，我把仅存的1000块都给你了。好，你要盖什么？我想要盖，指示点，汽油，我要盖那个加油站。加油站，好，下一位。嘿，啊，下一点进公园，没事。耶嘿，小雪的。我们看一下选民会甩几点哈。一二三，哎，火车站呢？火车可以快速前进的。再一次。你要再捞一次。3点。一二三，哇，蓝色的。哦，贪财贪财哈，来来来来来，挡路挡路，休息啊，休息休息，来来来。Store 500×以1间加3，所以是2000。2000，来来来，给我2000块。全民把你的旗子打坏了。干嘛把这个？干嘛生气呀、啊？找钱呐、啊，找钱，找钱！你又给我啊？你又没有给我钱，要我找你钱？那个，找3000，帮我换钱。我要换5张1000。一二三四，需要找你250。什么250？找他3000。啊，2500。哎，三千五还2500？多少？3000。哦，找他3000吗？对对对。好，谢谢哈。你猜？他完全没有盖到任何屋子哎。你猜要盖上去了。模组没有模组啊，里面没模组，应该没有吧？有啊，都有模组。哦，有什么模组？哦，动作的模组。是楼？哎、欸，你们是那个是老皮的、啊？哦，老皮给我们的动作模组，才可以让我们像这样子。骰子那个不就是模组吗？还是我还是要买？像这样子。这次我要换那个。商店啊，商店。商店啊，商店，商店。慢慢行动。商店很好赚呢、欸，商店，商店。好。你知道喽？可是我们才刚开始没多久。换谁？换我吗？换你了。米茶怎么那么远呢、啊？我只说一点，我到了机会。问号。谁在传记？捞一下。好。
两点。No， 你没事发生。那、欸、没有，值错，你值错了。哦，对不起，我要打那个，因为有二十五个机会，所以我后面还在打二十五，所以我现在是十二。十二是什么？参加风筝节花一百块，几百块。一百块消财啦，消财。对啊，你都赚那么多了，你只输了两点，两点又到机会了。来来来，快过来呀、啊！我来啦。你最好知道那个，就是那个，你最好知道那个。被现在进监狱。打火机拜拜。我自己飞过去。打火机再见，你赶快进去快点。打火机终于是第一个要进监狱的人了。因为他被奸人所害。什么东西啊？他不让我进去。上面啦，上面啦。对啊，他卡门的。赶快进去啊！打火机，我还可以自己出去。我会再来看你的。老金，你要那个要搂三次，如果两次一样的话，你才能出来。两次一样。对，我们进监狱的规则就是要搂三次骰子，然后只要你有两组骰子一模一样的话，你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如果你一直没有搂到的话呢，你就要一直待在里面哦。你就悲剧喽！你就悲剧喽！该你的两点进公园。下一位米茶，你为什么要来蓝色？蓝色不是我的颜色吗？喂，我要逃鱼点。喂，我拿错了。三四，最贵的四千五。哎，有人逃鱼啦！谁啊？被担心。所以你买了这间哦、喔，你买了新北市。你要盖什么？商店。对，逃狱要变通缉犯，要花5000块消灾。有这规定啊？我现在可以规定的、啊，最近给他乖乖进去。一样的。小爱你在哪里？我在这里。你们离好远呢、啊。你直接 TP 过来就好了。一二三四五，耶、yeah! ！哇，这地价也太贵了吧！那我要那个，我好吧，我买了3500，找我1500，然后我要盖旅馆。钱。耶、yeah! ！帮我盖旅馆，盖满了。我旅馆要坐北朝南的、欸。坐北朝南。打火机。一。三。二。一点。呀、yeah! 继续关吧你。你继续关吧你。你还是出不来啊。你知道海猫他我们今天早上在玩的时候他连续关了7个回合、欸、都没有出来、欸。好衰。超衰的。他就一直在里面直，然后每次直都不一样。火车头还可以再那个，再搂一次。有没有人要进来给我？六点，好像是米茶的地耶。对啊，米茶的。耶、！Hotel， 我从未收2000块，好贵哦！那米茶冲过来收钱了。为什么都没有人踩到我的地？我们冲过来可以骑马冲过来收钱吗？感觉很帅气。你这里不能拿马，都会断掉。好吧，有点难过哎。Yeah, thank you。打火机有人说你好可爱。全民安盖。说你声音萌萌。然后那个换米茶啦。我在拆我的房子。安安呢？路上盖了一个钱啊，然后经过终点的时候，不管你是踩刚好踩到还是经过，然后都可以得到2000块。哦，这么好、哦，对，都可以得到2000块。所以没有钱的话，要赶快撑到终点，你就可以拿到2000块。你的房子好，等一下为什么都不踩到我的？
等一下，房子太少了，我要去收钱。两点欸，乘二，乘二，然后不对，你要捞十点。哦，你要捞然后十，十，八口。哦，好少哦，我刚以为加油站这么少。我好难过，我要回去了。一百块加油费了。所以接下来是换我吗？对，换你。两点。色的。三次黄色的地，三千五盖。给你三千五。然后我看一下要盖什么哈。我盖一间商店好了。不会，这游戏到后面很快就会结束了，因为毕竟到后面过路费会越来越贵，真的过路费会越来越贵。打火机该你了。喵喵喵，一点，两点，会不会三点？还三点了，有出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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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已经出狱了。该钱没有，因为它是银行啊，所以银行。没有，它地价这边有洞啊，这边有洞可以直接丢进去。但是因为 P 他现在是扮演银行，所以他没说没关系，他就自己到处跑。卡片呢？前面按一下按。停了。什么东西？停留卡。哦，他现在这个是随机的、哦，按了就随机的，随机出卡片、哦对对对对对。有明显回顾。好，我们看一下哈、哦。看他卡片，停留卡。而抢夺卡是指点前使用，使用后不可以指点。抢夺同一玩家，同一地点玩家金钱，就是你要跟他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就可以使用抢夺卡，然后抢他的钱，这样子。两个人的话就抢两个人钱，两个人就抢两个人钱，对，三个人就抢三个人钱。全民玩该谁？该米仓。嗨，安安哦。哦，我不盖房子了，每次都要拆，好麻烦哦。只有你自己要在那边盖，没有人叫你盖啊。我错了，太无。哎、欸，按错。哎呀，你骰子是怎样、啊？你是有八面哦。绿色的。绿色的。打火机。打火机的。耶耶，你打火机一出狱就有钱给你收。750块。来，沙袋，沙袋。可以丢在那个桶子里面也可以。丢在桶子里面不是给打火机吗？但我拿得到吗？你就看那个桶子就可以了。700，还有一个5块。拿去。好，收了。拿去。这一出去就跟人家要钱。讨债公司。对啊。好，跟 M。6点。一。火车头。3、4。在监狱不能收，只有出来才能收。然后我到火车头会再值一次，所以是5点，1、2、3、4。我刚好到终点，给我2000块，耶、yeah! ！2000块，这次好像比较顺。耶、yeah, ，6点。监狱的人不能收钱，在监狱的话就不能收钱。安安，查你的，你干什么啊？哦、oh, ，hotel， 哎、欸，很贵呢，750，我才赚你750，你收我1250块，又不是故意的，啊，好厉害，对啊，就是被关，然后就不能收钱啊，这样子，好，然后接完该抢，1、2、3、4，哇！台北县哦，你要买它到台北县哦、喔。台北县房价多少、啊？一样跟台北。哇，贵哦，450，啊不，4500。嘿，我觉得交易的方式都很好笑，把钱丢在地上。用商店，商店。那、啊、你500块捡起来。一直不捡500块，你要么就是盖房子不给人家钱，要么就是人家给你钱你不捡，快快的这个人。全民玩盖米仓，1点，命运机会命运，25对不对？
还是对25。17我记得17点好像不是很好的暂停一回合。暂停一回合，在夏威夷看球球。暂停一回合，我会看那种东西吗？不一定啊，你搞不好你喜欢去夏威夷啊。夏威夷，看我。三点，哎、欸，我自己的房子哎、欸。No. 再盖，来，再盖，给你。要一千。再盖，再帮我盖一间。两间呢？耶，我两间汽油站，我加油站。啊、汽油站。嘿，我等。蓝色的。那这是我的啊。姚燕去收钱吧。好。Yes， 你捞十点。600块，哎、欸，这不是。哦，我捞吗？对，你要捞啊，你要捞十点哦，捞十哦，捞十。35，1500。啊，给我1500，快点。这个有比较多了。刚刚呢？我没钱了呢。真假的？你这么快就没钱了？哦，还有一张500块。你还有一张500块？你还有5000块吧？啊，感谢你哈。哦，我还有5000块耶。刚刚呢？5000块给4张，也怎么可能不够啊？对啊。那个，哎，那个前面，前面的房子都被买光了的。3点刚好踩到终点。哎、欸，为什么前面比我还快了？因为你进监狱啊。哦，对啊。你进监狱等于是又走回去了。啊！该米查的。像米查一直冲前面，该你的。当当当当。3点，路过站、哦，你就路过监狱人。你对监狱情有独钟，会不会下一秒你就马上进去？不要哦，no， 好、哦。6点，一二三四五六，盖，哎，给错，那是5000块。哎，我你把我的5000块吸走了，快把5000块还给我！那我找你啊，我找你啊！不要，我有零，我有整招啦。那你再给。那你把5000块还先还给我、啊。不要。你拜托，你还给我5000块啊？银行黑钱呢、欸？1500嘛。对啊。耶、yeah, ，我有2间喽，踩到的人要750乘以2，所以是多少？1500。750乘以2才1500，不是啊，这么少，这么少，嘿，掷骰子又是6点，哎呀，我没有发现，哦，哎呀，好烦哎，哦，为什么你转头这边？打火机漏了，我漏了，我踩到小恩的地，好，我选什么游戏？1750，来，快给我，唉，1750，50，谢谢你哈，贪财哈，我剩下15050块，好少哦，这样快没钱，我觉得你应该快破产了啦，该全民。3点，1、2、3，小 M 的地。都是小 M。前面请都十点。快速冲过来，这是我刚刚盖的耶，马上就有人踩到。6。所以是6×3。6×100。6×100×3，1800，对不对？乘以2，那个12000，不，1200。一万二吗？1200。1000。你为什么要给我零钱？谢谢你和我贪财。唉，叹什么气呀、啊？有地了。现在全最少的应该是我吧？对啊，是你地好少、欸。你还有过那个、啊？你有过终点呢、啊？他们没有过吗？还有一个打火机还没过、啊。打火机他还没过、啊，他到一半就被拉进监狱里了。好配哦，配，好，改小 M， 嗨，
落五点，一、二、三、四、五，绿色是谁的、啊？我的。你要指点的？谁？可是他明明就蓝色的地啊！屁啦！那有人说看他打火机的份上是分那个分上给他五十元吧，五十块太少了吧？所以是我要乘以十，对不对？值十六点耶， yeah! 一万二不一千二，一万二好，一万二给我，给你啦。嗯，给零钱，零钱。天哪！我等下就去把五千块换成零钱，全部都换成五十块零钱。我也才付过几次过路费而已，干嘛这样子？谈的。等下，等下，红色的，谈的。米茶有没有米茶？不是你，没有，我只是过来看一下。你才用手表直接传过去啊，那被问了。哦，两千，哎，天哪！你点头干嘛？Money，Money，Money。早钱。Money，Money。早三千。哎，少一千哦。这样子啊，我们就丢三千。签名该签名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全民还只出十点，那只要十点了。全民，一二火车头儿，火车头儿再举一次。全民每次都只到都到火车头，可是他每次踩到的地方都是要给钱。空地耶！哎，空地耶！全民终于要够地了。一千。上电，一千五，没有一块钱，因为几乎都是整数啊，所以就没有单数。没办法，好，换我吗？哦，换米茶，你就值一点来我家吧。不要，来我家吧。你好像是要去我家哎、欸。公园，有点失望。休息。六点。一二三四五六，我也是在公园哎、欸，我们来奔跑吧！哈哈哈哈哈哈。好，那只牛。好、哦。嘿。一点。耶、yeah, ，空地。换钱哦。为什么一打就死了？四千块哦。对啊。你才不会说我刚有打他。两千，你打这十。然后我那个旅馆如果盖两间会增值。旅馆吗？应该有坐下，这样算坐下吗？没有，我说他如果盖两间会增值，就会比较多钱。这有点怪怪的，这样算坐下吗？你要旅馆吗？动作很奇怪。该全民。你看你的头看起来比我还要大、欸，真的假的？有吗？你头看起来比我还要大、欸，是吗？是吗？红色的，红色是谁？红色是那个全民。全民呢？他自己啊。全民自己要再盖吗？两千块。你在摆 pose 啊？对啊，在摆 pose 啊。太勉强了。好像我今天穿裤子，所以你们看不到。三，空地，空地，空地，三千呢？三千买点啊，买。爱豆，加油站好了。一点点自己的，我都会。你看这个三千哦，让我想一下哈、哦，有点贵耶。什么钱啊？三千，
加油站哦。要不要投资啊？先不要好，我先不要。先不要。好好，我要，我要，我要。那你要找我2000块。好。这个一定要投资的啊，加油站呢、啊？可是我怕我钱不够啊。剩多少张？5000块的吗？一张。一张。嗯，一张够了。但全民等下跟上你就他就死了。嗯，好。他马上就破产了。打火机呢？打火机怎么还没过终点呢？他就死了。该你的。哦，换了。嘿，打火机终点。一 ，Chest Tower。耶耶，我要过终点了。再多一次。有点。你过终点会不会踩到别人的地啊？哈哈。准备 TP 好。空地耶。我、哦、是空地哦。空地。打火机2000块。地价1000块。红五哎，我要买 P。啊！哎、欸，看我丢2000干嘛？出高价、嗯哦！有人说叫我赞助你100块、欸，我没这么穷。哇！商店，商店，商店，商店是最好赚的。嗯哼哼。好、哦。停留卡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先用啊。你可以用在别人身上，哇，或用在自己身上。哇，前面要盖单间哦。你要用停留卡吗？哦。你要在那边盖。好啊。你要你要在那边盖了，这么厉害。是。停留卡。好。然后再盖一间吗？对啊。前面你还有钱吗？你要给我2000块。感觉好像没钱。有没有看到那个？那前面还有5000吗？右上角的小地图，那个是一个大富翁的图案哦，两个骰子。还有前面还有5000，你差6点。银行好忙哦，一直在那边飘来飘去，就看一单飘。商店呢、欸？小爱你的。好。嗨。哎，不要 PP 我。来不及，我 PP 你的。2800。2800。7321。他甩到了吗？啊，对啊，不是，商店就直接2800。哦。3000，他给你3000呢。嗯哼。不要拼了，不要给我。2800哦，找你200块啦！就丢零钱，找你200块。所以现在是换我了吗 ？Yep。六五点，一二三四五，黄色的。所以你是干什么？我要给你1750哎、欸。你跪着、啊，你跪着，我给你钱，给你。抽大大施舍我一点钱。好了，给你整数，给你边招。边招，打火机。哎、欸，哦，好好。呀，6点。我准备 TP 好了。耶、yeah, ，我可以抽这个。机会。有的金不是十，不是十，是25。那十哦，十是那个。啊！到美国旅游花1000块。哎、欸，到美国旅游花1000块已经很便宜了，好吗？你知道米查今天早上还甩到说被车祸撞暂停一回合，但是要哎，但是哎掉是掉扣驾照吗？掉扣还要花2000块。对，掉扣驾照暂停一回合还要花2000块钱。好，全民走了，坑人啊！我丢50块给你。P， 我打算可以把5000块都换成50块吗？不行，我要，我要换很久。是卡片的，全民到卡片那边。法拍，他拿到法拍了，你要小心了，他拿到法拍了。目前房子最多的是全民的一。有一块那个三间吗？剩的地有3间。哇！然
然后再就是两间的，两间都是小 M 的红色底。对啊，我都好多两间的。艾米查了。哎呦！要在哪？两点呢？是我自己的。哦，1000块哎，好贵哦！怎么买？对啊，这个很算了，拜拜。下一位，米茶玩干 M。好。Okay. 六点，一二三四五六。不是吧？抽卡片。是吧？哎，这个。哎，怎么跳过去了？然后进你的地。哎，我想要无视这里。不行。不行。哦哦，这件是什么？这件是火腿肉，2000块。自己看都不知道。2000块啊！我可以跟你换钱吗？可以啊，我想要换50个50块。请帮我把2000块都换成50块的，有办法吗？是可以啦，那你帮我换，然后给打火机。啊，你先给我好了，先给我。给你多少？50个。哎，等一下，2000块除以50是多少？40。哦，40个。我要去厕所一下。好。来，打火机，记好你的50块哈。记好你的50块。啊、哦，好久、哦。哎、欸，好，我要换2000块。我反正在这边。比我换两千。你为什么要整银行啊？哎、嗯。皮，我可不可以试一下跟你把钱全部都换成50块？为什么要装整银行啊？对啊，你要整银行，我不聊你们了。因为银行很轻松哎。救命！ Go！ 哎、欸，是我们还是他？是全民啊！啊，哎哎哎，等一下，是谁？是全民。不是刚刚不是小 M 那个吗？对啊，到现在没资格，我就奇怪、哦、怎么会叫我？因为我刚刚去收钱，我就忘记了。你被收被引导？啊，没有，不对哦，他停一回合呢。没有，对你停一回合。嗯、欸欸，哦，真的假的？啊，没有，啊、没有一块钱的哦，最少的面额只有50块。那对啊，是全民没钱。对啊，你在弄什么打火机？收钱收到，收钱收的太开心了，收到手都软。两点是打火机的，1500。1500。打火机你不要不过来收钱了。哦，好懒得。他不想收啦，不想收就给我啊。啊，弄好你，弄好你。哎、欸，不是呢，是1250哎，打火机没找钱。你要找他钱。他丢多少给我啊？他丢1500给你啊！打火机这个房东真的是1234……50块的，砸在你脸上，砸在你脸上，用50块砸他脸。该你砸了，你看我了。对啊。喂、欸，一点，快点，快点，米茶跟我一样换50块的啦，好，50块砸他脸。嗯嗯，可以打和米茶要换50块。干你！好啦，丢在里面了，让他等下自己来捡。哦，走到我的地啊！对啊，你都不来捡，我怎么知道他走到我的地？刚刚有跟你讲了、啊。对啊，刚刚不是有讲？我没听到、啊，在里面。我故意这样子。怎样？怎样？
找你的字而已。忘我，打错了。六点，一二三四五六。缴税？为什么要缴税？等一下，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没有了。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原本是有图片的、啊。哦，1000块啊，可以跟你换钱，然后。不行。我可以跟你换20个吗？20个50块。不行。打火机换你了。而且还是40个50块，砸人。500块电费，找你500。嘻嘻嘻嘻，该全民了。六点，哎。火车头了，再指一遍。小 M 你的弟、欸、小 M 跑去哪里、欸、小 M 他不想说钱了、啊、小 M、哦、他不在他不在、哦、不在了我们他在所以不用说钱了他没有发现我在他下面呢，吓死我！然后奇怪，我怎么都不见了，然后没有发现我在他下面。这什么 hotel？ 1750块，在里面吗？没有啊，没有在里面啊。天哪！你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啊？你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2000是我要找你250对不对？ Yep. 好，那你可以找我50块吗？感谢你。你差一点卡片呢？什么东西？明谢惠顾。No 、欸。那你给我鸡腿干嘛？明谢惠顾是。明谢惠顾好吃哦，可以吃啊。明谢惠顾你可以吃啊，是不是没用材质包？你可以拿去探监。你常没用新的材质包。对呀、啊，你可以拿去探监啦。好，我可以拿去探监。我好像也没有用新的材质包哎。对，你看不到那一张了。对，那个是明谢惠顾，鸡腿是明谢惠顾。原来如此。好，该小 M。好。三点一二，这个像高楼一样高的是什么东西啊？打火机。因为我要2000块，可以给我都50块的吗？可以给我，可以给我40个50块吗？不行。拜托。又要给你多少啊？商店一件而已，就是200块。八百。八百。Yep, 800块。那你要找我那个200块？我要100块。可以给他？你说50块？对，可以给他50块吗？我先给他。我的夕阳收集50块。M 玩是打火机。哎、欸，我刚刚在哪里啊？我刚刚在哪里啊？倒计。应该是这间吧？哦，对，这间。好远啊、哦！啊，缴电费了。缴电费？电费500块吗？我等。这个是什么？加油站。2000块。2000块，我要再付你2000块。Yep。哟。加油站，好，下一位，全民，四三，一点，都失望了，缴水费，500块，难处理，
那里给你交水费500块。自动过去。我感觉好像收很多钱。喂。啊，不还你了，多收就不还你了。该米茶了。三点，要塞真奇怪，到底塞几颗啊？没有啊，我已经那个啊，我已经从那边下移到这边了。我只出三点之后，哦，所以我到是这边，然后我就只出二三。哦，你机会对不对？我还要付医药费，打群药费2000块。什么东西？他抽到什么？他打群架，然后暂停一回合，然后打架了，打架，打群架暂停一回合，还要付医药费2000块啊！对啦，好衰哦！架，你怎么可以打群架啊？啊？哎呀，你管我！你是每次都付到那种暂停一回合，然后用那个的，又付钱，谁帮我把那个蓝色打掉啊？五点。一二三四五，绿色的啦，你怎么？五都不想付钱给我。哎、欸，这边可是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没有收到半毛钱的人，那他好可怜哦。150块。那个大伙，那个 P 啊，我可不可以跟你做私下交易？你要跟我换钱？我可不可以跟你换钱？什么 hotel？hotel 啊，我可以跟你换换钱吗？你要换什么钱？我想换750块的50块，所以这样是你要拿1000块给我，1000块我给你50块，你要给我20个50块，然后我要给你几个50块。十二个吗？15个，15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耶、yeah, ，谢谢我刚好缺50块。不要再逞强了，我知道你想哭。我没有想哭啊。哎、欸，哎、欸，你又不知道跑去哪里？咦，咦。咦，哎、欸，就是这个吧，商店这个吧。是是你刚刚不是在缴电费吗、啊？没有，我刚刚在两间店哦，那那个啦，你都没有忘记你要放棋子，我都忘记啊。你要放棋子啊！你再、yeah, 你再忘记一次，你就缴5000块出来。yeah， 我在公园呢。进了公园，该全民了。公园有带白沙，付1000块医药费。全民在哪里？全民在哪里？绝对难不倒你。好帅的。怎么都没有要踩到警察局啊？好无聊哦。那警察局超好玩的。对啊，警察局超好玩的。你查你的地理。84、32。我们赶快再用念力祈祷一下，希望打火机等下可以踩到警察。为什么是我？大家从现在赶快念力祈祷，我们祈祷打火机，祈祷打火机，祈祷打火机进去警察局，祈祷打火机进去警察局。1800，找1800。没有，没小偷哎，人数不够，谁要当小偷？银行要当小偷吗？那他要当小偷，然后又要当银行，这样子。1800，我没有钱找他哎。那你就跟我换钱喽。我怎么跟你换？大家快点祈祷，希望他等下可以踩到警察局。先换啊！哎呀呀！1234。对啊，有人说、啊、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那有人说你早就破产了。可以的。破产之前要先进警察局。所以大家就 要知道警察局会怎样，就要赶快努力祈祷打火机踩到警察局呀、啊。我朋友说叫我刚才直接投降算了，因为你的钱很少嘛。哎，快破产了啦！你是苟延残喘的、欸，破产的人要进监狱哟。安全、欸、没有，不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人，没有人可以那个啊！你还把我重拆了，把你重拆了。
他又要重新拼。等一下，明察，你有找我钱吗？我要1800。哦，对啊，找你1800啦。1、2、3、4、5、6，这什么？电力公司9500块。我都不用电了耶，还收500块。好痛哦！你刚刚是发现我不见了吗？你刚刚那一步就是人在哪里的感觉？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我踩到了米茶的地，哈哈。米茶，你踩到了米茶的地，下一步你就要踩到1750。米茶过来哦！米茶，快去收钱！哎呦呦呦呦呦！1500、600、700，我的哥。啊！他会去。好，你是什么女神？嘿呀！该全民，全民，全民，全民二，全民二，全民二，只出了5点，5点好像是踩到终点。天哪！新北市、哦、是踩到新北市哦。米茶，米茶过来哦，收钱哦。米茶到。新北市很贵耶。喊个病床说。3600，好贵哦！过路费就要3600，全民要破产了，全民是破产啦。等下全民就会开麦，就说我破产了。全民，你这法法你要等才能用。有车祸是、啊、有啊有啊，有这种机会跟命运啊。你三，你要三，你没有3600啊？我没有3600啊，那你就破产了、啊。全民破产，你要把你剩下的钱全部交给米茶。然后你的房子、啊、你的地也被流标了，对，全部流标了。对，你的那个颜色会被打掉，可是房子还会在，所以买到人的赚到。好，好可怜啊、哦！全民结束了，全民结束了，回合。请把他的红色打掉。对，我把红色打掉了。这全民 GG 了，现在剩三个人，就是我、米茶跟打火机，我们三个人要 PK。该米茶。啊！我才刚刚躺病床。结束了，因为全民结束他这一回。好吧，他结束了。我会努力加油，打到只剩下我的分颜色。天，全民的第一。哦。晚安哦。4500。晚安。晚安。晚安。那你要盖吗？刚刚盖商店。直接盖好。啊。嗯。本来就有房子，你又再买一次，就直接盖上去。OK。Yes。好。个。放网。下一个。嘿。4点。1、2、3、4。色的。红色的耶。耶。1250块。请给我钱，不要大了。你要跟我走，不要我走。快跪下！1250是不是？我今天心情好，给你整数。耶！嘿，那我进3点。你好，谈了。蓝色的，蓝色的。那小 M， 你的第一好像有点贵，哪里？边、是打火机踩到吗？对，好像有点贵。耶、yeah, ，这样，所以多少？2800。Yep。来给我钱。唉，你是不是也快破产了？天，你只要说一声，我可以就近你50块。是有什么卡？1000、2000。哈哈哈！干嘛？嗯，你好像没到2800。我要换300块。300块。你不要再拖台钱了，你快给我钱！
到我了吗？Yep。那我接完换五点。一二三四。对啊，他学我。卡片。没有新招了。点点点点。啊！我哇！我按到那个网页。免费啊！免费。后面有一张，对。那个米茶拿到免罪卡。牛排也可以吃吗？那个不是牛排，那是免罪卡。好。小 M。啊。该你了。五点。一二三四五。加油站。3000块的加油站。对的。有点贵贵的呢。有没有钱啊？有是有啦，不过我要先留着买其他的地。对，这两间就够了。可是我觉得你盖会比较好。真的吗？可是盖了，然后如果大家都一直不来踩怎么办？我偏不去踩。对啊，就差不多了，现在要开始收了，因为已经有个人出局了。没关系，我要留着买全民的地。是，好。嘿，五点我超过警察局了啊！但我今天又踩到警察局，为了观众的那个福利，我决定让你直接去踩他。你要把它打掉了。哎、欸，你怎么可以？黄色的，哎、欸，商店呢？哦，每次都踩到。是很贵呢、啊。是3200。看看哦。嗯。没有入账哎、欸，可是有停留卡，有暂停卡。没有卡片。哪里？怎么觉得你们好像都没有在用卡片的样子？我没有拿到卡片啊， 我都没有踩到卡片。抽到卡片，我也没有抽到卡片。该米超了。哦，一米超，你是什么？你刚是拿到什么卡？那個啊、没有倒退卡。哦、停留卡。1000块还好了。1000块了。你嘴巴可以吐出什么样的话，我就可以。怎么都100块的？我100块太多了。好，换我。Yep。 我们要快速解决。一二三四，然后可以再掷一次。一二三，加钱。哦、一直在缴水费跟缴电费，我水费走两次，我走两缴两个月了耶。钱。哎、欸，这个总比你踩到前后两间还好了。这1000块，你踩到前后两间大概10000块。你现在是有什么不满的吗？那不然你可以踩前后两间的其中一间呐、啊。你来踩后面那间啊？不要，我还没走到那边。一二三四五六，路过，路过监狱了。好，下一步。对吧？我用水用很凶耶。全民，两点，终于看到了。请进警察局。我要告诉大家，进入警察局后会发生什么事啊！我就自己来示范一下给大家看。什么警察局？踩到之后我就进来监狱了。Hello， 啊，我进监狱了！耶嘿嘿，该打火机了。好，我来看你了。啊，你快给我苹果。四点，你要苹果？我喜欢吃苹果。卡片，嗯，耶，我可以抽卡片。我给你苹果。给你2000块。我玩吃苹果。这个是什么？嘿嘿，这哎，明显会顾哎，好吃。抽到明显会顾，把它吃掉。哦，我买了。我现在就只能看着你们玩，然后全民他正在耍忧郁。2000块，因为他太早出局了，他不开心。再一张。喂，快盖满了，快盖满了。哒哒啦啦啦。该你了。好。我跟你讲，我就撒一次，然后直接出去。你看、啊，是不是我出来了？啊、真的出来 了，太变态了！我在前面挡住我的画面。你看我超强的，我现在不就出来了吗？有的好坏啊。嗯。好。
然后进一点。这监狱是关不住我的。我才刚给你。不会吧？又是这个。哪个？请值25、11。参加泼水节，不慎得到感冒，暂停一回合。哦。然后再缴医药费5000块。没那么贵啊，感冒。暂停一回合。你把他挡住。做得好。好啊。四点一。1、2、3、4。七五二。多一点，多一点。1、2、3、4。哦，休息。哦，你都一直踩到公园呢，都没有要踩我的加油站。一二三，米才收钱哦。哎，1000块，1000块便宜啦。1000块是20个50块，对不对？我还少5个哎，不行，给你好了。那1000块砸我脸吧。我刚有为50块丢感觉哦。好。哎，那个打火机暂停一会儿。赏赐你50块。打火机暂停一会儿，赶紧。一二三四五六。我懒得跟你讲大的。喂。想要自己的。3500哎。那你要进监狱吗？你想要进监狱吗？不想。一点都不想。哦，那个小雨，我们昨天就一直踩到监狱。一二三，哦，我终于得到卡片了。卡片按这个连接会固。要。啊，这什么？不行，连接会固。它飞去哪里？这什么东西啊？还有连接会固哦。什么啊？哎，打火机啊。我有点难过哎，我好不容易踩到卡片区了，结果居然是明谢惠顾。一全民的地，全民的地，1500，1500哎，给你明谢惠顾。不行的。我好难过，我要把明谢惠顾丢在打火机的桶子里面。什么东西呀、啊？有点难过。好，请你的绿色的，好，把旗子放上去。好，米茶。哎呦。5点。1、2、3、4、5。黄色的又自己的。哦耶，4000呢。哦，都没有要踩二监狱啊。改。真好自己吗？改。这样就够了。4000，4000。我不盖啊。你不盖啊？你不盖啊？不盖啊！等半天呢，我等你盖呢。我刚才我不盖，我不盖。以为是要给他盖。对，我要等他盖。1、2、3、4、5。哦，进监狱 ，BJ Go， 在赌场赢了1000块，终于拿到钱了。1000块，快给我，快给我，可以给我20个50块吗？不行，因为拿钱砸人家脸。我刚被他砸了。我想20个5000，500块，50块。该那个打火机。哦，有，全民怎么在监狱里面？5点，五怎么不是3呢？黄色的，哎、欸，还是我的，1000块，黑的，1000块而已啊，来，找我5张1000，不是吧？4张啊，对，打火机里面有5000的吧？没有了，对，我猜你也没有。跟米茶了、差不多了，打火机可能会第二个先死。对，我也觉得他会第二个先死。我还有5150块。是的。升级了。停留卡、欸。停留卡了。升级了，停留卡。你用到停留卡了。你怕了吗？我不怕。哦、我踩到空地。好、哦，这块都没人买。我要买。3000块，给你，快速交易。快速交易。要干什么？我要盖商店。你快速交易，你看，超快的。打火机。喂，嘿。该你的。嘿。被拍
破产的话，被拍卖的地，那些钱是给债主还是给银行？哪里的？破产的话，地就直接打掉了，然后就是踩到的人就可以直接购买那块地，但是他放上面的房子都不会被拆掉，就是等于说买到赚到，所以你要给我多少？一间商店，2000块。来，就2000块。哎呀，那那，啊，我其实还有钱。谢谢你啊，我还有钱。好，米茶。一二三四。黄 CD。17500，这是台北县的。有点贵。看你有没有钱啊，没有钱其实可以不用改。那就不用改了，算了算了算了。下一位。看我啊，我应该不会那么衰，又直到警察局了吧？一点。嗯。有。一二三四。我迷差的两阶。Money money money。你我跪下来，4000块耶！4000块，你赚5000块飞掉了。哦天哪，找我1000块，如果可以的话，找我20个50块。好，前面去偷一点钱给我。偷什么钱啊？所以全名是小偷吗？你去看那个漏斗下面有没有钱。你要去，好贵哦！给你花钱用我。啊、你要花钱雇佣他哎、欸！我要花钱雇佣来，我只派给你。哦，我没有这样。那我寄给你了。3点，哎、欸，不行啊！可是进监狱照，我就一直踩不到终点啊。蓝色的，2间。柯亚郎，蓝色的。好，等我一下。蓝色的，你又可以收钱了。所以是，哦，你踩到我的地了。2点。早上我刚刚就扩建了。600，1200。啊！你刚我就跟你讲说要盖嘛。哦，我怎么会知道他会刚好踩到？1200，给我1200。你还有50块哦？有啊。好，下一位米茶，看米茶的地好像很多。可以用那个吗？停留卡吗 ？Yep。好啊，可以啊，小燕吧。什么是我吗？金条卡，金条卡，鸡腿，鸡腿。所以我要再缴一次4000块。好，那米茶就不能动了。啊！米茶你，对，你要再缴4000块。哦。我要破产了啦。好，那个打火机该打火机了。哎、欸、哎、欸，打错了！你在那边？一二，黄色的米查的，莫吉亚，有，要喽要喽！啊，糟糕了，10天你，黑的，我的，十，3000块，曹星云，总班图中途拦截，中途拦截，快，中途拦截，100块，150块没钱了。你也破产了，你也没钱了，借出局了。嗯，没钱啊。打火机也出局了，真假的？啊、对，没钱啊，他没钱。所以打火机也去监狱吧？不要。所以把打火机的这个打掉。哦。今两个被米茶杀死了。对，米茶好恐怖哦，米茶慢慢的逆转胜哎、欸。我昨天我被你逆转胜有够莫名其妙的。我昨天撑到最后。对啊，主角赢了。好，所以现在是火吗？还是米茶？是米茶吧？一点。我的 Avastor 跑出来了。我逃税哦，还好啦。1000块，秀啦，秀啦。M 该 M 的。哦，好恐怖哦。天，恐怖。没有钱的吗？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买，这个地方是我的安身之处，我暂时可以喘一口气。干米茶，给我50块。有人帮我把我的现金算出来，我现在只剩下6570块。哦，我又要缴钱了。1000块。那你给我1000块就好。好。拦截。你拦截。
M， 该小 M 了。来来，给你五十块。嘿嘿嘿，你还再给我五十块？四点，一二三，哦，好险好险好险，这机会跟命运，哇，吓死了！前面那天真的很恐怖哎。最恐怖的两个。对啊。九。直接到你最想去的地方。啊、我要到那个终点。终点。直接有戏。我要直接跳过这两栋，太恐怖了。给我点铁棍。我现在有发现了。啊一点，我车头了。三点一啊。OK， 好低耶。嗯，一千五而已，秀啦，秀啦，对他而言现在都是秀啦，秀啦。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没破产？手上还有拿五十块？米查，米查拿五十块给我。米查是收五十块给你，那你现在是要当他的强盗吗？没有，我在这跟你要钱。干嘛跟我要钱啊？路费，但是想肥了。好，我给你哈，等一下我给你哈。一些会。要东西四呗，要东西四呗。来来来来，给你，刚洗完鼻涕的卫生纸哈。你在吐什么东西呀、啊？吐他的旗子。我操！啊，小恩该你了。五点，一、二、三、四、五，快速通过，再撒一次。点空地耶，空地耶，一千五耶，好便宜哦、喔！买啊，好买，好买了。哎、欸，是我的、啊，没有，不是没有吗？因为我不是直接买他的地吗？ Okay. 没有，你那个是已经原本就有了，那你买就会再改一次。哦，是哦，是不是要加速游戏的结束速度吗？那你去踩你的地了，我空地。不要，我不想去踩他的地，我要苟延残喘到最后一秒。嗯，我觉得都是，我觉得小燕你逃不了了。我觉得哇，看到前面有几乎有三块都是米查的地耶。该你了，小燕。好恐怖、哦。拜拜。啊，机会跟命运耶，让我来个五千块吧，交给我五千块。哎、欸，搂错了。是，没事情。没事吧？哦，好好好，这也 OK 啦。米茶，换我。对哦。休息，我休息。小 M。好，五点，一、二、三、四、五。哦，缴电费也比前面的洞好。好，米茶，等一下，好，一二三，哦，小心点，蓝色的，耶、yeah! ，那我要给他多少？四六四二四两千四 ，Give me 两千四，你看我都有在苟延残喘，那我要找你一百块，收零头 ，Thank you。怎么感觉米茶用了五万块左右的钱？拿大钞给你看。好上我哦。换 M。换、嗯、我。四点。一二。米茶的。一千两百五十块，秀秀嘎秀秀，好啊。给你五十块超多，我跟你讲，五十块有二十六个。这是怎样？我刚才要搞这个，你在干嘛？哦，对，我换我。一天，你快速前进，直接到监狱了啦。五天进监狱。没关系，给你。哎、欸，免罪卡，他要免罪卡。你有免罪卡。我有免罪卡。你为什么有免罪卡？刚才吵到的。啊！天哪！你居然还有免罪卡，这个王牌，你太过分了你。五点。一二三四五。
蓝色的。蓝色是我的、啊。被糊了。有没有干？不要。钱？你没钱？没钱了。他居然还有免税卡，我觉得这游戏很不公平。我的。4000块，要盖吗？盖啦，小盖。那么有钱。盖好了。小爱。这边真的不好走了。哎，这边还好，这边都你的。一二三，又是我的。来就当做休息点。三，一二三。嗯。贵呢？不买，不买 ，no no。不买了。不买。小圆概念。好。4点。一二三四啊！交水费，我一直在交水费就好啦。小圆下条路非常的艰苦。对，我看到下条路非常的艰苦。全。一排除了一块不是米茶之外，其他都是米茶的地。1000块，1000块，好，捡钱，捡钱，我怎么捡？小恩给你啊，4点，一二三四，空地，你看我就说我一直在苟延残喘，我不要买，我没有捡了，1点。好恐怖哦！这一整栋都是米茶的地啊！要吗？不买，买啦，买啦！不要，上次就是因为钱袋老输给你。买啦！该 M 了。买啦！1点卡片。哦，拜托，给我一张有用的卡片吧。免税、啊。我要免税干嘛？对。进监狱好像比较好啊。没有换材质包，所以材质还是牛排。先给我2000块吧，我到车站的。去。好，然后再值一次。5点。1、2、3、4。经过监狱。经过监狱。噔噔。好，换我。6点，一、二、三、四、5、6，3点9、36，3600。这个可以用免税卡吗？不行，免费卡。我有免税卡，我有免税卡，手持免税卡，高举天空。不要逃避了。高举天空。3600，打我已经挡住我路了。3600，没有啊，你们该不会没3600吧？你这姿势好讨厌哦！有问你叫我跪下的吗？啊，该米茶了。我剩下，好，我不会算。我这边是没茶了。2200，我买了。盖满了。盖满了。卡片可以卖吗？不行。啊！你是雕像哦，你真的。啊！我要站在这边。米茶这边盖满了。哦，两条路都给他就好啦。耶！一二三，我自己的，然后我要先拿2000块。给你了。耶！好。开米茶。嗯。这个。哦，怪怪。我画面有一堆好奇怪的人哦。哇！这要钱呐、啊！一二三，他跟你要钱。你们现在是怎样？机会。是。没事发生。要给我要钱。发生。没事发生。哦，为什么不能来一点有意义的、啊？小明，你看你都没钱。来了。多少？2500。2500。小明，我施舍50块给你。哎呦，2000。哎，被你再给你。我没有吸走啊，那个全民吸走了。小明有5000块。你不能自己拿5000块出来啊？
哎、欸，你现在比我还要有钱呢。好，那个 M 该你了。六点。一二三四五六。哇，你挑到一间最便宜的，1000块。哎、欸，1000块，好了，1000块可以负担。你们不要吵的画面。我的钱。给你们啊，拿去拿去啊！刚擤过鼻涕的卫生纸都给你们。1500。那我500。我擤过鼻涕的卫生纸。好，下一位。来丢这边，丢这边，可以丢到这个洞，丢到米茶这个洞里面。对对对。行啊，喂。三。一哦，我要破产了啦 ！OK 啊，2500，不会吧？应该不会破产的吧？2500，然后20个50块，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哎、欸，后面有人要捡你的钱哎、欸！哎，我都有5000块了，我才不希望那50块呢。开米茶。一二三。问号。进监狱，进监狱。在赌场赢1000块。哦，这不科学！你的骰子是不是有灌铅呐、啊？没有，我跟你赌的也说没有。我昨天也是这么说我的啊，结果我最后第一个先死、欸。所以我决定要这样讲你们，所以我就会反败为胜。还想要三？我是最勇敢的穷人。换你打。小虾米，来该你。你看，真的我自己的地了。是的。2500，这我自己的地耶，什么2500？哦，想要收钱了，耶！商店，3000块的商店，就是2400。耶！我又赚进2400了。为什么感觉要你把它吸走啊？15、16、17、18、19。20，2400嘛。我为什么给他20个、啊？天！你为什么越吐越多钱呢、啊？我不知道，你刚刚丢多少？你刚刚到底丢多少啊？我不知道哎、欸。你刚才丢了4000块给他、欸。是啊。你刚丢了2张绿色的吧？对啊，你已经丢2张绿色啦，然后又丢了10块20个。米茶。然后我看一下那个，因为刚刚有人帮我算我现在剩多少钱，我刚刚剩1400，所以我要把其余的钱先还给你。然后我现在这边有，先给你1000，嗯，然后1400的话，50块是20个，3、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所以我1400。哎、欸，为什么？是给你1400吗？哎、欸，你的那个，啊，你还有1000，我要给你多少？2400啊。哦，一二，500。好了，好。你刚才50给20个太多了。对啊，我想说你已经给我1000了，然后为什么要给我50块？米他，你看哦，在哪？找你干嘛？刚在哪里啊？这里吗？刚在我的地啊。哦，对，是你的地，这里。哦，对。该 M。换我。5点。一二三四，你已经在这边，就等你了。你已经在那边standby等我了。加油站。点哦。这是多哦，我要指点是不是？都十点。1点，哈哈。300块，哈哈。300块而已。300块刚好把6个50块都给你啦。
我仅存的50块都给你了，刚好300块。一二，有3500哎。越来越多。好，干 M。我这边有人要跟我要钱啦。一二三四，我现在比你还要才要穷哎、欸，你还跟我要钱？免税卡拿去吃啦！你确定吗？我现在觉得躲在监狱好像比较安全一点。好，该那个啊，踩到你！耶，他要把免税卡丢回来给我了。我给你多少？72.8，2800。哦，是我吗？对，是你。换那个1000的。2800。你的姿势好讨厌啊！好，开 M。好，我刚在这边吗？对，我刚在那边。对，你在这边。2点到这边。要开吗？不要。我也有6300了耶！啊，进监狱了。哎、欸，他进监狱了。因为我头有过我头，我免税卡5000块卖你，要不要？我要趁这个时候赶快冲啊！一点负，你也进监狱了，两个人进监狱。哦，不要啦，这什么啊？这可不可以那个、啊、逃走啊？水盾，我没有换你。啊天，哎、欸，为什么我有骷髅头啊？那全民的。哦，我要先出来喽！有没有这么快？哟，米茶！耶，我先出来了！我要趁米茶在的时候，赶快先冲。这样也没有比较好。500块，小M，一二三，快冲！小M500块，为什么？你不要跑！我刚刚踩到脚背哦。对。你看我踩到米莎3间汽油站，可是我都不用给钱呢、欸，嘿嘿，出来，刚出狱哦。哦，他刚出狱，他出来了。对，他怎么会出来了？觉得后面这条路不好走。对啊，我想说等他赶快他在里面的时候，我赶快冲哎、欸。好，该你了。换我啦。一二三四，啊，2000 hotel， 2500，你什么西呀？这是刚刚谁给我的？所以是两间是多少？2500，好钱啊！小妹怎么还没破产？对啊，我撑好久哦，撑太久了吧？啊，我这个小妹好的好，啊，干嘛这样子不耐烦啊？哎，我都想睡了。不干，哎，小妹，我们玩得很快啊，可是重点是我就一直不死啊，一二三四，加油站，好。希望我可以踩到一点，是一点，300块，800块好的，地上有5000块，可以去捡吗？行，我踩到这里了，我刚踩到这了。打火机，我们两个去那个小恩面前丢钱。你要在我面前丢钱干嘛？等我吸到。哦。土地拍卖，征收一处土地，可以征收他那3间的土地吗？不行，我再想一下，我要哪一间？我要最贵的那一间。就是那3间啊，他那个不是有3间？3间？你是说哪一个？就是他的3间汽油站的那间。应该是放小爱。把那个是五间那个商店那间吧。哦，有5间商店那间哦，那就收那间吧。可是那间还好。那你可以先帮我把前面最贵的先收走吗？最贵的，好啊，我看一下里面最
你前面最贵是哪一间？不是你也没钱买啊。我不要买啊，我只要踩到的时候，我不要罚钱就好了。前面最贵这间就是这个 hotel 而已。好，把它收掉。好、啊，三，那你们要过来拍卖这间。好。起标价是1750块。起标价是由地价的一半开始起标。对，1750块。好，我们剩你们才两个要喊价咯。对。1750块、啊欸。我还记得那个，我还记得大风里面那个怎么喊。1750。小雨，你要加多少？哦，1750了。对啊，1750。1800。1800。4000。4000，我觉得你不用起标那么快耶，我怕死。4000怕死啊？那你要给我4000。你一开始也喊太多了吧？他要保住这件，太恐怖了你。但大财主怎么赢过？主哎，大地主哎。对啊，你好恐怖啊！他直接把你压过去。对嘞。好，5点。1234，哦，水费，我一直缴水费耶，很长，我剩2500了啦，那才到你的，哦，四六四二2400，我们要说2400的，对对，换钱。是，我觉得这样子迷彩前后这样子就快花掉10000块了。对啊 ，Thank you。哎呀，啊，我们是，我刚刚踩到这个吗？哦，这个这个，对，水电费4点，一二三四，你看我在这边又是休息处。不买。下一位。前面的度好颠簸。对啊。一二三，再甩一次哈。一二三四。哈哈哈哈哈哈。还是涨点。九四三十六，3600。你还有钱了吗？3600。你玩好累哦！你很快就會破产了啦，因为我现在剩600块。哎、欸，我现在剩900块。当然可以拿到2000块。对，然后我就会先2900块。那我刚刚在哪里啊？刚刚什么东西不用买？这里吗？哦，对对对。我觉得我等一下踩到米茶的其中一块地，我就马上可以破产。啊，进监狱了！米茶进监狱。米茶进监狱，快，快快！一、二、三、四、五，先给我2000块啊！给我1000块就好，因为我要缴税。哎、欸，给你吗？还没。Yes, yes。再吃。哦，好，我趁米茶还在的时候，赶快。好累呀。一、二、三、四、五、六，米茶，我来看你，米茶，我来看你，米茶，我来看你，我来看你。我出去了。你出来了！啊！不，今天就在房。1、2、3、4、5。一二。卡片。啊！这什么？法拍。我捡到了。你法拍拿我的法拍屋干嘛？好，法拍卡，法拍卡呢？顾名思义呢，就是不买，指点前使用，使用后不可以指点。法拍那一土地，起标价为地价的一半。该 M 呢？哦，天哪，不要啊！拜托，哎、欸，你们还在啊？强姐，哎、欸，我还在通话里面吗？2000500，米茶，哎哎哎哎，
两千五，两千五，破产了，破产了。等一下，我一定可以挤出两千五。不可能呐、啊，哪来的挤出两千五？真厉害。嗯，一二三四，一千四，一千九，可不可以？想要宣告小燕破产，我破产了，破产了，弄钱哦！我们第一名是米茶，米茶由他机智的哇哇，把拍卡不行，卡片没有算减啦。你们在大富翁哦？对啊，我们刚刚输了，把拍不行哎。哦，银行在送钱，要先缴钱才可以那个。好啦，好累哦，玩了好久的大富翁终于可以定出一个胜负了。我们最后的胜负赢家就是米茶。哦，好累哦，小妹玩超累的。超耐的，你看我是不是超那个，我苟延残喘，我超会撑的，超会撑的，我好厉害，我超强。好啦，两点多了，快三点了，大家也该睡了。嗯、好了，那今天就先开台开到这边咯，大家赶紧睡觉吧。感谢今天陪我们度过大富翁的时光。好了，今天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咯，拜拜，拜拜，拜拜。时间点跟我。